赚着中国人的钱，回头都请外国人吃冰淇淋。某豪华品牌在上海举办车展，却区别对待中国人。外国人去领，小姐姐是耐心讲解，就差问人家吃了。结果国人去领，却说没有了，赤裸裸的双标，毋庸置疑。可以免费拿吗？这个发完了吗？有吗？里面我看看，要是没有的话，我就不要了。面对冰淇淋事件，这位男子的做法可不是太解气。中国人免费领的，一人拿一个，不是迷你送的，是个人送的，但中国人不认的。中国人免费领，我免费送别人东西不违法吧？你只要送到里面去，你到外面你随便送，就搁这儿。外国人吃牛奶，中国人吃植物油，还能那些看人下菜碟的洋品牌？联合利华旗下的雪糕界扛把子梦龙，在欧洲生产采用的是浓缩奶，在中国用的却是乳粉和植物油，明明是低成本原料，卖出的却是中高端价格，甚至被质疑后他们还辩解称是为了环保。不过这还只是吃点亏的事，有些可是会要命的。2016年，一个美国22个月大的小孩被宜家的一款抽屉翻到压住，最后停止了呼吸。一年后，又有一个2岁的小孩中招。截至2017年，这也造成8名儿童死亡，17名儿童受伤。只有宜家在全球照顾了数千万件产品，但偏偏就不包括中国，理由是符合中国标准，并没有在国内发生过此类事件。直到多个部门的介入后，宜家才宣布，中国市场抽屉柜和其他国家的召回范围和方式相同。前阵子好利又涨价，只涨中国和俄罗斯，给国外用可可粉。给国内用的却是代可可脂，广告里说我们是好朋友，实则是拿我们当大冤种啊！被誉为羽绒服界爱马仕的加拿大鹅，一国内消费者购买后发现有质量问题，想退货时却被告知，所以中国大陆地区的专卖店售卖的商品均不得退货。更甚者表示，这是中国区通用条款。然而在加拿大本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都有30天甚至超过30天的退货政策。这些品牌如此傲慢的底气从何而来？不就是仗着自己品牌知名度高吗？但今时不同往日，想要在中国市场长久生存，还请某些双标品牌多一些诚意。明星高人爱国瞬间，成龙当众怒怼：不爱国就滚！你能承认你不是中国人吗？爱国错了吗？啊，不应该爱国，不应该爱国的你走啊！我们很幸运，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又强大起来，在外面。I'm Chinese. 王嘉尔海外演唱会身披中国国旗。Jackson Wang from China. This is Jackson Wang from China. Jackson Wang from China. This is Jackson Wang from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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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子丹被称美国时尚巨星后，他当众做出澄清。现在我们要有请的就是美国时尚国际巨星甄子丹先生上台。我要打断我们这个漂亮的主持人一下，首先我要导正他一下，我是中国的甄子丹先生，不是美国的甄子丹先生。4年前我已经把美国籍退回去，我现在是100% 的中国籍的人，或者是中国香港人。我看不起好多人，就满嘴都是啊，我是什么中国人，其实他们心里在外面。周杰伦拒绝说韩语太霸气，在韩国非常红，所以说两句韩语谢谢大家吧。大家都是要来学中文，然后我们不要崇洋媚外，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就是应该我们要说中文，所以我英文不好。作为歌手可以团结起来，不要再什么江南 style， 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华流才是最屌。邹兆龙直言，永远都不会因为钱去给外国人演翻拍。我在内地，在华人市场里面，你找我做反派啊，或者什么无所谓，大家都是华人。但是在这里，对不起，你是黑你是白的，我就不可能在你这边做反派。电影是一个艺术，艺术不分贵贱，但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来践踏我们民族，我就不可能接受。
王耀庆怒斥主持人无脑发言。主演有六位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然耀庆哥在内地拍戏也非常多年了，你也是这个半个内地人了，但除了耀庆哥之外呢，其他的都是半个，因为我们很爱你，对我们虽然说你来内你不是内地人，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内地多拍戏。但台湾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明星拒绝在韩国行大礼。Young boss, young boss. Young boss, young boss.拍戏时需要把衣服弄脏，工作人员不小心弄到了国旗上，戚薇下意识举动火赞。国旗去，国旗不能，尽量不要。一位退伍军人用无人机表示爱国情，杨幂看后热泪盈眶。新一年最想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没别的，我就是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的国家。告诉大家，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强大。金星被网友提问，有一个外国丈夫，那你的国籍呢？金星霸气回应，我很骄傲，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名公民。其次，我也不反对别人加入外籍，这是您个人的选择。如果你是外籍的艺人和明星，好了，我劝你以后到中国来挣钱的话，那你得给我交双倍的所得税、营业税。看得漂亮，用最温柔的话语干最霸气的事。一博主在剑桥拍摄视频，却被四个青少年当众挑衅，于是他毫不犹豫用中国智慧霸气反击。I'm sorry, I'm a YouTuber, and I just got a video of your, you know, of what? You know what it is. 这时我走出书店，他们就追了上来，然后他们开始非常慌乱地开始道歉说，啊，我其实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眼睛不舒服而已。然后我说， I didn't say anything about what you did to me, right? So, you know what's the meaning of that? Deny it all you want, but I know what I saw, and I don't care the reasons. You are not a child anymore, you need to pay for it. 然后这时他们发现狡辩无果，开始大怒，在大街上大骂脏话。然后我说， And I'll post it on my channel.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your school teacher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at.Oh, by the way,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have 3 million followers on my channel. Everyone gonna know you are racist. 那个种族歧视的女生就崩溃的在大街上爆哭。一男子在外国酒吧街被驻唱歌手咪面歧视，他直接回怼，这才是中国老爷们儿。What's that mean? Good. It's not respect. It's not respect. It's not good. Just don't do this again. Okay? 就问一句，现在的零零后都开始整顿世界了吗？遇到出言不逊的外国小姐姐，小男生一句话直接让对方说不出话来。I'm from China. Where are you from? I hope that bookshelf falls on you. Can you push the bookshelf down on yourself, please?Your lack of education. I what? Your lack of education. At least I don't eat dog. If you say Chinese people eat dog or cat, then American also eats dog and cat. But we're not the same. You're ugly. Huh? I'm what? You're ugly.What the fuck? 这位小姐姐骂人怎么比我用中文都流畅？ You're a fucking bitch. You're a fucking friendly. What? 好家伙，语言是无力攻击，笑声就是不可抵抗的精神伤害。当一老外做出侮辱国人手势的时候，小姐姐直接来了个硬核反击。People don't even want to stay with you. You're just a kid.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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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h.Oh, you want to speak Chinese? You cannot speak Chinese, but English is too easy for us, so we can speak English, but can you speak Chinese? No! You are too stupid! White pig! You steal language from the British, that's not your language! You are just a bunch of fugitives, fleeing from England to America! No, he cannot speak! He cannot speak!、Wow. You are such a loser!刚刚还在口嗨的老外被一顿友好输出后瞬间败下阵来，只能选择仓皇而逃。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老外，还得是用中文才能体现我们国粹的博大精深。 No. Why? Why? What for? What for? We have no Instagram for you.
能听到我讲话吗？不仅如此，小姐姐甚至不需要语言，都能让无脑老外瞬间射。遇到那种搞歧视的小姐姐，更是分分钟让她怀疑人生。The funny thing is, you love America, but that's not your land. The only American are Indians. Okay, you stole their land. And you are not the indigenous. We bought the land. You bought the land? You robbed the land. You killed them all. You have a festival called Thanksgiving. That's ridiculous. There's a lot of stuff. Everybody knows that. And you still manage to have an entire nation get addicted to opium. That's crazy. Oh, you mean your country are still addicted to the drugs? Clear your head. That didn't happen here. You need to make it clear, okay? You need to think.